因为上次主播把他单杀了，他这个不敢跟我对线，根本带着魔抗了。啊，不能跟他 AO， 这我可 A 不过，你可放过我。我不需要队友，但是我的队友需要我。退后。这是幻线，非常之恶毒啊！主要是永恩也能打上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很好打永恩。何况我带的魔抗，我好打萧炎，但是我不好打永恩。确实没想到他们这一手换线，要不要换晕？别急，他好像也走，这波有周旋空间。他以为我走了，我可以把这波线推了。不要破坏规则，要朝着规则灌篮。看好了。我会回来的，规矩不在。这样可以了，走吧。我外圈科技手，他直接一钻我内圈，有点难打的。我直接拼，我拼不过他，他这个致命节奏加点火，连起来了暴杀我，发育等六级还或许还有戏。我前面是想都不要想对拼，拼不过的。别跟他换血了，他们这个蜘蛛换血要被越了。他可能会直接来越我，我没有眼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么干。没来过。补了多少刀？45刀。这就是接球。叫什么技能？我点过信号了呀。头发球。我不打比赛。
看到个点火，其他的不知道。鞋子被我穿过后会更加值钱。看到个点火，其他的不知道呀。 中路被压得很惨，他打不过萧炎的，萧炎这英雄没办法换血太猛了。你也太稳了，他打不过就只能补刀了呀。你别急啊，打团看能不能给他一刀，打团我能砍到他一刀，他也受不了。 对线真不好打，你要不怎么打？全凭肌肉记忆。这就不在，怎么没火了？ 我操！我还刚准备想打，只能打个钩子。这他妈的，这他妈人一堆人。 给他吃吧，给他吃吧，没事的。二杠零的永恩，再吃两个塔皮，永恩有点肥哦。 我现在做到不被越塔，下路已经能打过了，不用管了。不被越塔，等打团发育到11级，我自由办法。哎呀，一他还打我了。蜘蛛这波应该要来上，他们如果要来的话，我可能得放了。
这段位都会玩，知道要对我们队友也知道要约上，信号点的比我还挺快的。现在应该在这个槽里。总有人成为现在的我，那就让我来吧。信号点的还真有用。这波不被越塔，我等级没崩，就很 OK 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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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没看到一支队伍，我看到的是不能带出去啊！他推就推，不推就走了，可能回家买破败了，可能在草里蹲人。这波不好偷这波蟹了，可能会在。应该大概率是回家了，小概率在蹲。嗯，好像应该回了吧？回，破败，他破败也越不了我的塔，没事的，他得先打我一套才能越，我打我一套越不了。我塔下挂着，他拿我也没办法。来人我就走了，我这个塔不要了。后来人我就玩这波线，渡城结束了，直接回。不要这波线，可以不？啊，他可能就打团了。当你完成训练后，再多练一些。总感觉死。我来教你什么叫做坚持不懈。还差两波经验。啊，推过来了。我必须得十一级才有伤害，一级大招砍不动萧炎的，没办法，拦不住他，他要去的话。大杀四方，退后。回家了，我们要打龙团。这就是接球，我不打你看。又是比赛，好了吧？我打的每场比赛都是主场。来个人啊，一个人守不住了。就是刚刚上播一个 1v1 能超过我的，但我还是跑了，我当懦夫了。我刚刚那波能把小兵清了，能升十一级的，直接懦弱之举了。
他要出兵权，追着我打，等一下，我等打团吧。补完装备，我就打不过他了。我蹲他都打不过他了，这不。这也能跑？我刚准备 R 的，他他妈闪现闪得好远。抓他！你看他又带，这就是接球。也行吧，杀谁不是杀呢？他一把我的一抵消了呢。有没闪？我没看到一支队伍。看到的是一群穿着燕尾服的路人，真能跑啊！两波都差一点，我拉出外圈 Q 不敢追了，我不要给我砍翻了，我队友没技能。我不会全力付出，但是全力争取。组团吗？你先不去。关键的时候再出手。这他妈小龙，我们是不是也得要一下？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别，他们三个够了，你过来，我一个人打不过。快来，你快来，我打不过他。但是我们两个人可以打过。他抢不了了，指挥一下，指挥一下，这不能给他，这个小龙。
对线打吧，打不了啊！这怎么打？哥们带着魔抗，他他妈点火，我操！我他妈打不过一点。我说了，打到团战是有办法能处理他的，打出血路给他来一刀，他出什么装备都扛不住。我要去保护 ADC 了，坏了 ADC 死了，我操，转起来了吗？炼狱扳机，少了一个啊，那个是下路杀的。啊！怎么才这么快？把他拉下！艾斯！你要不吃个果子？这有果子，再帮你拉一下！快走！踢过来的呗，哪里来的？这有眼喽。谁的场子？我的场子。我以为大永恩，我没带踢，我也是。这东西，这烟。是的，我操，杀完了啊！带我一个，我撤啊！我不是局外人，我有一个助攻啊、哦！主播还真不是局外人啊，这不是有个助攻吗？啊，那不是参加了团战吗？啊！对，玩的都很好。